就是其实你知道，我也觉得带着那个文化使命很重。所以接下来，其实一路上很多很多很多人帮助我们，到很多地方去演出。我们2010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我们2012的十月是，我们2012的十月十号就是正确确定要一起玩音乐，然后一路上这样子，现在2015两年多了，然后就是很感谢很多人这样子，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去尝试各种的音乐跟创作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要唱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，也是朋友做的，不是我们的朋友崔彦的。有不好听的吗？都很好听，我都很喜欢，好不好？到刚才目前为止有不好听的吗？我现在讲话讲太小声。到刚才目前为止有没有不好听的？没有。是不是？谢谢你。I love you， 好吧。好啦。接下来要唱的一首歌曲是充满感恩的歌曲。阳光洒在黑暗无垠的空间，开启了心像花朵。手中开始，还要告诉你，今天开始，每一点的力量，一点光芒，都让它飞翔。我要告诉你，你的分享，比你想象中的力量还要强。忘记了悲伤，得到希望，崭新了一个梦想，感动的心不断的发光，你的盼望是我的力量。将来会有一天会和你一样、哦、他要告诉你，你的开始，每一天的力量，一点光芒，都让他飞翔。我要告诉你，你的分享，比你想象中的力量还要强。崭新了另一个梦想、yeah。
心不断地发芽，你的盼望是我的力量，因为我有你会一起茁壮，将来会有一天会和你爱，使我更坚强，你出现是梦更广，我一定努力做到顶端，无私的心，无私的心不断的扩展，你的力量是我的翅膀，忘记了悲伤，得到希望，崭新了一个梦想，感动的心不断的发芽，将来会有一天会和你一样，将来会有一天会和你们一样。谢谢。